七月一号是加拿大的国庆日，今年大温哥华地区有六座城市用扫街还有净滩的方式迎接国庆，当地慈济志工也特地呢趁着机会宣导环保。加拿大国庆日一大早，大家纷纷走上街头。扶老携幼总动员，拿起夹子考验眼力。原来是慈济在大温哥华六个城市地区举办联合净扫活动，报名的人数踊跃，不止扫街，海边也没漏掉。然后带着两位朋友一起来参加，因为上人有说，就是踩着别人的土地，就要为那边做一点事情。虽然加拿大环境是世界排名的前段班，不过聚精会神抓漏，竟然还是发现满地的烟蒂，为大地做了一次 SPA， 同时也做到了心灵环保。当我捡垃圾的时候，有一个老爷爷跟我说 very thank you， 我觉得心里很感恩，然后就是能为这边的土地做一些事，我觉得很开心。这场活动很多人线上扫街初体验，在城市走了一上午满头大汗，但比起赖在床上出门活动筋骨，了解生活环境，国庆日过得更有意义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加拿大综合报道。